我们周六周日用吧，行不行？不过是迟早的事情。我掏！哎呦我这小子，一开始不走呗。太好了！平给。权衡之后的冒险，根本就不是冒险。我掏！西，平给。平给。平给。哎，你来我就 A 其实乌鸦最厉害的还得是平雷掏。哎呀，这小子想要补兵但又不补兵，让我有点猝不及防啊。掏西炸平雷什么打野，银马打野，银马银马有点害怕啊，银马。能打他一套就打他一套。掏打破了西平给接炸。让打野过来啊，帮我们赶开一波。那打野怎么又不来呀，打野呀。你说你去中路帮还死了，你来我这帮是不是双杀了，操，这是烦死了。谢谢顾眼，全都是不自量，回家吧。有些兄弟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要卖饼干，注意看，饼干卖了啊，582，再卖632，看着吗？药也卖了，先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再来个这个，要不然蓝不够用。饼干卖了也是可以加蓝量上线的啊，走吧。还往左边一，哎呦我换了卢仙，哎呦我卢仙居然换了卢仙，谢谢不离后。我炸掏啊，哎呀炸平 A 拉我，先吃个小药。洛克丧尸之手，你掏，击炸，点一下，再点，这个 Q 不应该吃的啊。炸，平 A， 掏，呀，他居然不在草丛里边。我们在这儿小控一手啊。我掏打不了西点炎炸打不过了，这波有点拉呀，哎呀怎么被他给拉到了呢，菜呀拉尼汉，关键他一个技能都没用你知道吗，他要用技能把我杀了还行，他一个技能没用我死了，我不行，我得炸他一下子，我得等他补兵的时候炸他一手，死！18D 啊，还行，我们打个闪现出来，漂亮！哎呀，被塔砸了一下。
刚才我要买本小黄书，我估计他应该死了。两本吧，两本小黄书他就死了。这就是法强不够。这落手不太好压了啊。OK， 回家了。这什么意思？他们的身份。这什么意思？这空线给自己空掉半管血，我们吃口屎啊！蓝肯定不够用，这么点蓝，这要是没屎吃就难受了，赶紧吃口屎。没给助攻，我难受啊！哎，为什么这乌鸦这么猛？但是现在却要打辅助呢？我觉得这英雄就得打上路，这英雄就是适合上路的一个英雄。炸着了啊！掏劈炸，掏炸，平 A， 平 A， 再装杯就杀他，炸，掏死了，劈 W 溜炸，接点盐啊，不用点盐了，炸死得了。你咒凯，我不用你，一开始让你来，那不来。不是纪律。干什么呀？这人马呀！掏，吸点盐，平 A， 要杀我人马，要杀我人马！哎呦，人马！是个塔皮，掏 W 七炸！哎呀，对不起！救一下！掏！装杯了啊！双 buff 没了，这样出吧，来个法川海，药不要了，把他杀了。双 buff 来了，双 buff 你们不要啊？没事，这波我们混个助攻啊。死这么快吗？不应该呀。啊，不过我吸着了，还行，吸着魂儿了，可以接受。没事，这双 buff 不是回来了吗？这不回卢仙身上了吗？吃塔皮，我掏吸炸，韧性有点高啊。这样的遗言未免太……这个韧性稍微是有点高了。炸，太好了！再炸，
掏掏炸，蓝不够用了，再炸再炸，这一直炸属实是蓝是不够用啊。炸！先给他落手减个速啊！哦呦！开眼有点厉害啊！啊，这也不跟不禁夸呀，这也。完了，学错了，满负一了。四层塔皮没了，乌鸦不能主 E 呀，除了辅助。你主 E 你这兵怎么清啊，兄弟？你确定要跟我打吗？看来你不确定。吃个塔皮吧，嗯，给我把塔皮吃了，我自己反正我也拆不掉，挺好。溜了，回家了，我们蓝烈汉的苦楚了，有点无敌了，人马没来，那我可以再推一波，那我小贪一波。红有红红红红红红，哎呦啊！原来他有闪现呢，那我不知道吧？闪现确实是有点厉害啊！先出护臂吧，护臂也是900块钱。可以来，我到了，掏，吸，炸，给大闪现。炸！西涛，哦呦，啊你的，我赶紧过来，这全是魂啊！这赶紧给我捡魂呢，没了魂。一个炸全收，炸差一个，可以争取的目标才会终止。1350，差300块钱无敌了。一层加五滴，要了有鬼用。我操，一层加五滴，那你还想加多少滴？我给你加50滴一层。一层加五滴，我现在有28层，咱就算它30层，这就150滴血，150滴血一个小红宝石，多400块钱。
一把怎么的还不六十几层啊？这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哪里来的马？哎，烦死了，这马怎么回事啊？没有大招这波，难受啊！直接美甲切魂卷吧。下边团战我们直接杀人数25层。有秒表，我不需要这沙漏了。沙漏下边再出。我盯我也白盯，我留个盯。我那大招还十几秒钟好，我先算了，不盯了这波，直接就这波盯也不盯了。炸！往这儿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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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这儿走。跟我来，这波可以打。他们在打峡谷。金克斯跟我来，金克斯，金克斯，金克斯，这波我要五杀。我一个人打不了，得两个人。炸，给大丁。掏西炸街炸杀银马，给我掏回来 W 西，别急上啊，别急上，别掏西炸，这个 ADC 真的拉胯，你让他劈干嘛呀？你别急让他劈呀，你说我都不往上上，你往上上什么？你说，本来我16层美甲切魂卷没了，是我拉的吗？那他身为一个 ADC， 他就应该自己有这种感觉，我要拉他，他连我被动他都不知道，他玩什么 ADC？ 还是他的问题，要不然能给俺们俩劈死吗？你说？本来都给他玩死了。小小挫折，仅此而已。16层书没了，炸！从军队的阵型上，你就能知道战斗的结果。可以打。叮叮，快点救一下！炸！炸接炸 ！W！ 哎，这家伙，团战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，跟我来呀！我都无敌了，我这他妈一打四都没问题，真的。只要说是有点队友就可以了。本来刚才这波应该全死的，他们。没有人啊，旁边啊，就这还无敌？嗨，我天哪！你别看我这无字天书，一会儿这天书就起来，可别让我这天书起来啊！开龙，不开龙，我打个蓝，这龙不太好开，开龙，10秒大，我但是没有沙漏，守一下。对面还分推上了啊！闪现炸先杀女警，
大接大招，掏一下 CW 炸炸，这怎么这是回事儿？这老少人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卢仙死在哪里去了呢？我看看那卢仙，那卢仙怎么死高地了呢？下路没了呀，打的啥呀，让人分推还能给都给推没了，简直头痛，跟我走啊。那啥吧，拿平板吧。我的心里早就很横行，再多一个用。我是谁？我是统领，我是谁？我统领，我带领不了你们吗？这年给我拜的呀，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了？这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这追的有点深了，这。仙快过来呀，卢仙呐！叮，完了，又有夹。真头痛啊！冲的太猛了，然后那卢仙又不知道上哪去了，又不来，你说一波零换五，兄弟们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，俺们家能让对面一波给干没了，我操，我都真是都醉了，简直是醉了。乌鸦上单就这样赢不了，挺奇怪，不是赢不了，那卢仙也不听话，也不来，